们首先要欢迎我们的理事长，就是今天的主席，我们的理事长上台，他说他很紧张，我们两个也很紧张，都是第一次，好，来欢迎我们的现任理事长陈慧文小姐。各位嘉宾，在场的邱昭君邱议员，我们赤水社区常务监事郑东先生，我们王老师，以及石河国乐团、红山国乐团，我们西市社区歌唱班，还有我们向日葵国乐团及家属，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向日葵服务协会今年新任理事长，感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朱水社区向日葵国乐团一年一度国乐才艺发表演奏音乐会，请大家多给予我们支持鼓励，并多多指教。特别感谢我们院里政工所以及台电今天给予我们经费补助，在此祝福我们今天音乐会活动圆满成功，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各位长官，我们邀请我们县议员邱昭君议员上台。